我先那个翻一下那个这个婚姻之后会怎么样？对对对，好、oh, ，OK， 好紧张，对，你在干嘛？感应感应，对，我、oh, ，对， oh, 感觉不错，这一张牌有没有？看起来不错，这张牌是钱币 A， 对，好，如果说以这个牌来看的话，是说你会，对， oh. 后来这个人他会回来，他会回到你的身边，但是这个身边对你来讲不是好的。好，代表说你们这段感情已经是过了啦。那我这个牌是建议你是说，可能跟这个人断掉，或许你会再找到更好的。因为以我来看，他现在，是以这个牌看的啦，这个牌。就你现在讲这是他想听的吗？对，那。